喂，我想现在立委很热闹哦，这是十条十条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在2月27号，你所做的那个都市委员，啊，都市委员所做的结论，怎么说跟你们今天所表现的都是完全背离那些都市委员的建议。哦，好比就是说，都市委员就是公园住宅，就是要用住宅的容积率，啊，你们现在一直强调210，就是变成400，啊，我想那些都市委员好像讲的都是屁话，对不对？好像那个现在立委的那个逐条审查到最后就是30秒通过一样。这是我的建议，我希望你们恢复到那个都市委员所做的结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